2013年12月1号起，政府实施居家托育服务登记制度，正式把居家托育人员纳入管理。而全国据领登记证的居家托育服务人员有26,272人，共计收托约42,000名儿童，成为许多双薪父母的重要支持。但近期有家长表示，某天从居托接回孩子时，孩子就一直在睡觉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送医验血才发现有安眠药的成分，引发家长恐慌。 我就觉得事情不太对，我就赶快送医院去检查。那医生就说，那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，那你就看要不要，就是验血，看他的红血球、白血球的指数，还有发炎指数有没有异常。就去看报告，医生就告诉我说，确实在里面有验出药物的成分，就是有安眠药的成分这样子。药物中毒在儿童虐待的样态里面是一直都有的啦，哈。 安眠用药是常见的一个样态，因为它用了，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照顾的过程。所以确实必须靠家长一个提高警觉，了解他平常的活动状况。根据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分析，今年托育司法判决发现70%七为居家托育案件，占相关案件的大宗。过失案件约6%9%，故意案件为25.2%。而5年内媒体就曝光了150件，保姆至孩子撞伤或死亡案例，但对照社会及家庭署所公告的采访案件，8年只有45件根本不成比例。另外，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也表示，面对不当对待及不当虐待事件，政府行政体系在通报查处的流程也都不明确，让家长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如果我们的政府查核值评一个社工说，哦，我去他家里看看，我觉得还好，我去保姆家看看，然后我就可以决定了，在幼儿托机构有认定委员会，有调查委员会，也就是人家是认认真真有调查委员会认定委员会，现在只要
育服务中心来提出保姆的申请哦。我们真的希望找到有照的保姆哈、哦、来照顾小孩。那当然，对于不当虐待或不当对待的这些情况，我们都一律不允许，不管他有照还是无照。地方的执行单位也必须拿出具体的一个做法哈、哦，那才能真正的来健全整个托育的环境哈、哦，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快乐的一个长大，让我们的家长有一个真的安心的一个托育的环境哈、哦。面对居家托育种种问题，民团也提出三大诉求，呼吁政府健全法令跟认定标准，修订相关办法，并明定不可为之违法类型。第二点则是希望政府能公开通报数据跟保姆财罚记录，让家长能掌握保姆资讯。最后希望政府订定居家托育疑似不当对待调查的流程跟财罚标准，让居托真正成为父母的臂膀，孩子平安成长的乐园。原视新闻怎么大事屋六一顾台北市采访报道。